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来关心立法院今天上午最新的消息。那么有关于 NCC 要求呢色情片的内容的尺度，今天立委邱毅的回应是，这剥夺了他看片的权利。另外一方面，立委黄伟哲他谈到有关于周星驰的电影呢，在电视上重播有800遍的，让他感觉到毛毛的。林家元有更进一步的消息。好了 ，NCC 呢，现在要管制成人片的尺度哦。那其实表示说，在 MOD 播放的成人片呢，其实不能够太情色，会不会管太多呢？今天立委有不同的说法，带你一起来听听看。无聊嘛 ，NCC 该管的是不该管，不管嘛，不该管的拼命管嘛。这个其实到底电影台该播什么的片，其实它有一定的处理方式嘛。那有的人家大人喜欢看，好不容易小孩都睡着了，对不对？那他也剥夺我们这方面的这个深夜的娱乐，这算是无聊到极点。我说 NCC 啊，真的有时候不该管的事情管太多了。好，成人片呢不能够太情色，真的邱毅说剥夺他们看片的权利哦。